不要头铁啊，被小鸭是可以接受的。被抢了，他打野好难受啊！可以，好 Q， 我就要给他 Q， 为什么他不 Q 我？妈，这个线往他那边推，我很难玩。我还要给你 Q， 我要给他。这个线已经很难往回推了，我们绕很难往回控了，我们只能说推了。对，打我一套。对，打我打我。他们打野现在明牌在上的。推进塔，重置兵线，这样压力也没那么大。没关系，吃经验就好。有如此多的血液，要接受前期被小压的，没办法的。好，这个线他卡不住，没事，卡不住。感觉这波有点小机会抓呀。算了吧，算了，不抓。没必要，等线过来就行了。也没落后几个的，主要我要打一双鞋子再回城，不然回城有点。他想戳我一道，然后一出去。好，回家吧。三个刀，能接受。
没买装备，多兰顿一套我们都有点吃不消啊。不错，吃个果子吧。拖延他回家的时间就不错。吃的呀，哦，他还吃药了，赚50块钱。他不回家挺好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让他回，所以说他没事情我就要打断他。他回家买了装备，我们就更难打了。我们就跟他耗着，他没 TP 的。他就漏刀，没事，他给他回，给他回，只要能小小卡一下线就行。好，他这波应该是真回了。好，走吧。谢谢追风掘墓的告白灯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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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补刀一样，我觉得我这把已经苟得不错啊，苟得不错。谢谢追风掘墓的糖豆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这波出来他买完装备之后我们的压力就比较大了，就补刀就很大的风险。那他伤害已经起来炸他一波。
开个真眼喽。算死不了，不重要不重要，他点了我们 TP 嘛，对吧？你点了打回他我就回，打我 TP 上线就行了，对吧？卡萨丁三杠零了，有如此多的血液，无所惜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剑魔呢？吃石头人去了吗？哦，吃石头人了，吃石头人了，多了四个刀啊！刷了个石头人。所有人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怪物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行，塔皮没了，塔皮没了 ，A 塔就 A 塔吧。我想把这个留到最后。啦啦啦啦啦！就是。飞的不理智了，坏了，感觉队友烂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我下次开大，这波就是要逼他的，不交大我就把他错掉。来人了，我就只能交闪了，没法子。我这波其实对剑魔有杀心的。我真对剑魔有杀心，来人了。比较可惜啊。还行，终结了波卡丁的发育，可以了。我差五十块，我只能再 A 个真眼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点，走。这都闪，这都闪，兄弟们，这个闪现难道
怎么可能？观众说为什么要交闪吗？可是这个闪现我觉得不交是不可能的呀，你怎么可能不交呢？啊，你不交不交，你这个闪是百分之一个亿要交，你早交没问题，你晚交可能还会死，是一定得交的呀，兄弟们。怎么会有很多观众说不该交啊？不交不直接死了吗？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怪物。我就是怪物不知主。对面想硬拆我的塔，我400多，该吸干谁的血呢？塔林是没 TP 的，知道吗？这条火龙值得我叫这个 T， 我看那边过来了。我这因为啥？我现在不踢他，我踢不了了，能懂吗？不是说等，哎，为什么要晚点踢？你晚点踢踢不了，你晚点踢，卡林随时追着你 Q 沉默打断 TP， 你也踢不下来了。所以你要踢，我就得直接踢。怕很多人看不懂，跟你们说一下。你现在不踢他，我就踢不下来。队友思维是不一定打得过的。这不有点难受啊。
剑魔好像没交神。他伤害了，低估伤害了，三刀没了，啊，三刀没了呀！我操，这波低估伤害了，低估伤害了，没想到。给哥们妈三刀砍闷了，有点，真是砍闷了。应该直接交血池的，我就是没，就是低估他的输出了这一波，所以说血池一直没交。我的，不够严谨，不够严谨。我死的有点太简单了。起码如果交血时，他如果能杀也要交闪的，这波他闪都没交，很不应该了。好，回家大帽。反思自己，反思自己，这个真得反思自己。直接交 T 吧，把位置先占住。
剑魔好像交了个闪现。没人可以命令我。确实。会不会断我们线呀、啊？我要带一下线啊！卡丁刚吃完下，有可能会来中路偷。我来守，这卡丁一看就是要偷他，他不会回的。二塔应该是可以守住。投个 TP 吧，不敢打，因为先被吸要这个要卡丁踩了一套啊，你已经被下了半血，你怎么打？你不直接血池，他下一脚，你如果说你被踩到，直接被秒了呀，兄弟。他阿闪可以秒人的，他这一波团必阿闪。我也玩卡拉丁，所以说我知道这个东西。他打完阿闪，岩穴会被秒的。收分。收。
这把对线也还可以，兄弟们。应该我的 MVP 吧？哇，不是我的，我这把可以打打点蓝剑魔，补刀补刀还多几个刀，这把我觉得狗狗的不错，前期对线确实压力太大了。